快点！是你放屁吧？我真的屁啊！屁啊！这是不是放屁？我没有，是你放屁吧？哦、没有放屁啊！屁精，怪别人，我今天都屁精啊！屁精啊！屁精啊！屁啊！现在镜头在我手上，这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安全带了。我们刚出发而已，没事没事，不干不干。你知道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刚刚本来，我们现在一中，我们刚刚本来已经想要放弃，因为那个排队的人潮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排队人潮，对，排停车位，我们已经觉得算了，我们就开车看一看这里。就在我们只是转个弯往前开的路上，我们看到一个停车位。工艺我觉得是个 CP 值不错的。而且昨天就意外发现，原来走路到隔壁，真的是隔壁耶，隔壁街，就可以走到逢甲街。我们吃完早餐了，然后我刚看了一下早餐的影片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想使用，丑死了！哪有人拍这样子？所有的影片就是截，完全没有额头。你自己那个脚架那么低，那个位置这么短，能怎么办？我是相信你，我让你长进，然后你就是长这种怪劲。我觉得很好啊，你们都被自视框架，因为你是你笨。镜头里的不是你。明天就跟导播说，以后唱好的一半就好了。5 4 3 2 1。现在知道王妍希有多辛苦了哦，好烦啊！王妍希到底有多辛苦？她与郑浩的情仇到底是如何？让老司机带你上车。今天没有用它，它这边就是像一个，然后它的颜色其实真的很，它有点很 matte 的感觉，就不会太亮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拍戏不需要擦那种。你不要在那边给我演啦、啊！你不要在那边给我演，你要骗人啊！这是骗人吧？还是叫你去叫楼上？这是骗人吧？看来永琪的惊吓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我一定还是被吓到了。
自己在那边讲不认识，因为我人还有不干净，要解洗干净的，不受控制的行为。成功哦！三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哦，他靠近我一点，还用过。他看我忍不住瞪他，起外气啊！唱揍他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，在走线的时候，我想他应该不会下，我就因为紧张。你有想过？因为我会怕啊！我之前看你们那个影片，我超怕他突然又神来一笔，又要干嘛？就因为自己讲这段词，我要想象嘛，想，然后没想到就突然。跳一个好大象，我们挑了这边一个很厉害的餐厅，是柏流最经典的，现在很夯。等一下我们会，我跟他坐那边嘛，对，你们俩就对坐，但你还可以一边拍他，他两个人，然后那边再一条嘛，还是另外一条在这里吗？都可以啊，好，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的。我们就先来看今天导游大姐的照片，看一下这边的旷世拍的旷世之作哦。我常常觉得回忆就像是一场缩时摄影，记录着许多美好的瞬间。什么意思？它不是把记忆量庞大的记录，记录着生活的短短片段。爱的力量。对于环境的事情，我可以理解。不要讲，这样我压力很大哎。等下带不进去是我很糗哎。耶！好慢哦，来听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